我系精灵训练员，大家好。2024年9月26日，10点至2024年10月1日夜晚8点就有传说中的英雄活动，又有选择自己的路线啦。有什么路线可以选择呢？就是剑之路同埋盾之路嘅。咁如果选择剑之路咧，但要用分香，冇记住喎，就会遇到嘅宝可梦包括象石果、滑滑小子、哥德宝宝、单手龙、绵绵泡芙、头罩猴。如果选择盾之路咧，但系同时记住要用分香，就会遇见咧幼基赖斯、连叶童子、不良蛙、单卵细胞球、分香香、智辉月等等。好啦，咁你会选择剑之路、盾之路咧？欢迎留意啦。不过大 boss 就系错响啊！咁大家玩得开心啦，大家记住，时间系呢个，要用分享，剑之路就会遇到呢啲啦。玩得开心吗？再见。